间猫，欢迎来到 Nico 猫 Flutes 频道。今天又来练习曲了，但是我今天呢不太一样，跟上次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不会把整个我练习的过程 po 上来，毕竟整个你知道要剪，就是也很耗时间，然后一方面你们看的应该也会看得蛮辛苦的。不过这次不太一样的是呢，我在完整版后面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处理这首曲子的，那以及这首曲子在我脑海里面有什么样的画面，那这首曲子困难的点在哪里，那你们如果刚好在演奏这首曲子的话要注意哪些事情。好了，那你们就听听看我的完整版吧。我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了，虽然有点不完美，不过我觉得没有影响到曲子的整体性。那我很喜欢这首练习曲，那我那时候一吹的时候就觉得我头脑 超级有画面的。那它的这首练习曲是有名称的，这名称呢我查了一下，它叫做 Uge， 是法文，我不太清楚我这样念对不对，然后是挽歌的意思，感觉在很像在哀悼什么，或是很像把某一个人的回忆，想要把那个回忆就是删除掉，或是借由那个回忆那个人，然后把一个人就是跟一个人告别，有这种感觉。然后我的想象是呢，在一开始第一段的时候，我是想象就不知道，就莫名让我联想到，就是很像站在风很大的海边。然后接着是呢，就是它那个往从上到下的那个会让我想到波浪的感觉，就是一开始的画面是他在感受那个风，然后接着他的视觉移到了海面上这样子的感觉。
然后有那么一刻他好像他好像没有意识到他人在海边，就是回忆到就是很出神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到最后一段又回到开头那个旋律，就是他好像回神了这种感觉。然后到最后呢，他决定呢这个回忆呢就此打住了，就应该要好好跟这个人告别这种感觉。所以结尾就是我觉得这一首练习曲就是它不是只是一首，给我的感觉是它不是只是一首练习曲，它其实有非常多细腻很丰富的东西在里面，就是其实会被它的音乐给 touch 到。那其实我会觉得当你在练习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要能够去把自己的个人经验放到这个曲子里头，虽然它可能只是个练习曲，但是放入自己的个人经验，还有放入你对这首曲子的感受，其实蛮重要的。那在演奏上面呢，这首曲子，它没有那么容易的部分是在于它很多上下行这样爬来爬去的音，然后一直延绵，所以会很需要你的嘴型的控制，还有你的气的掌控。那像是结尾啦，或者是中间有一个很高的那个音呢，也它是很高的那个音呢，它是到高音嗦，所以有时候一不小心呢，那个它是写 forte 的音量，所以不小心可能就是会吹到一个就是很容易太亮的音色。跟因为这首曲子毕竟它是晚歌，所以我在这边的处理还是让它的声音稍微暗一点点。那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困难的点就是在于你的音色的处理，就是颜色上面的处理其实是蛮重要的。那如果说你有掌握到就是气息啊，嘴型的控制啊，然后还有重心的稳固的话，其实这一首曲子基本上你要说它到很难，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的困难啦。就是如果你有掌握到刚刚讲的那些的话，其实这首曲子是可以掌控的。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是，就是它的段落的转换也蛮重要的。像是我特别喜欢一个小节是这边，在一个小节里面好像发生了很多的就是心境还有情绪上的转变。因为他在高音的升 re 跟 do 的地方呢，他还做了在下面写了一个渐落的符号，可是他其实升 re 是 forte， 他渐落的符号，然后接着呢就要进入到 fortissimo， 那就是你要渐落，然后又要进入一个就是强烈的东西，感觉就是可以从他这个谱面上呢去看到很多这个讯息，他想要传达的讯息，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小节。那我也花了一点时间去想我要怎么的去处理它。然后在后面呢这个地方呢，我也蛮喜欢这个地方的，它就先让它慢下来，然后再回到在线的部分。这段也是这个地方也是我非常喜欢这首曲子的部分。好啦，那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了，希望我今天分享对你们对这首曲子的理解呢会有所帮助。那如果呢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这种练习曲啊等等的，或是这样子的曲子要怎么处理的话，欢迎参加我的线上教练课程。那我现在呢的线上教练课程呢有分成好几个方案，符合不同需求还有状态的人，那你们都可以去我的官网上看。那有任何的想要询问的地方可以点聊天室，或者是寄送报名表单，那我都会尽可能尽快的回复你们。好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，欢迎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，订阅我的频道或是为我的影片按赞，那也不要忘记直接行动支持我懂内我的频道或是购买乐谱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